哟哈喽，欢迎来到自告的收藏。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开箱是一番赏物语系列的 B 赏人也冷，此款为动画十周年纪念系列，本次的入手价为台币1000元。另外就是 A 赏，看起来也蛮可爱的，未来有机会再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现在的小冷是外表看上去只有8岁，有着白皙肌肤、金色瞳孔的金发少女。这只的本体高度约为 11.5 公分，而且没有附赠地台。在一开始画物语的故事中，是戴着绿色安全帽依偎在角落沉默寡言的萝莉形象。在头雕方面，肤色的使用上较为普通，眼神则透露出冰冷高傲的样子。安全帽则是使用渐层涂装，配上防风皮革眼镜。我们可以看到镜片的部分是用透明件的方式来呈现，这种细节表现真的蛮用心的。在手肘、膝盖等关节处都有上淡淡的粉红色，增加了肤色的质感表现。另外在衣服的细节描摹上也有不错的水准，加上动作的关系出现了绝对领域。不过整体最吸睛的部分绝对是那夸张的卷曲发量，在发尾的亮面处都有做高光的涂装效果，还带有粉红色的渐层感。综合来说，我非常喜欢这只，放在桌面上也很适合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物语系列的朋友，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开箱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。未来有希望开箱什么玩具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